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四会期第十五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12月26日星期二中午12:01至19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19人，主席郑委员明忠。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四会期第14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第十五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54案全部照列。讨论事项院会通过者予以删除。一、依照民进党党团古拉斯尤达卡委员提案通过，共计23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2案。二、一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1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含不请愿人。三、一职权行使法65条第2项规定22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附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会议记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于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我们会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啊。那么宣读完毕，我们就截止登记。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第1次临时会第1次会议议事日程，时间中华民国107年1月5日星期五下午20:30至6时，地点本院议场。讨论事项一。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四会期第8次会议报告事项第2案，总统之为监察院第5届监察委员，现有缺额11名，依据宪法征修条文第7条第2项规定，提名王佑林、田秋瑾、瓦利斯贝林、林胜峰、高永成、张武修、陈思梦、杨方婉、赵永清、刘文雄、蔡崇义11人为监察院第5届监察委员，自请同意案及第3案，总统前于本106年3月2日提名王佑林等11人为监察院第5届监察委员，请本院同意建附后任命。只因其中被提名人刘文雄病故，原依据宪法征修条文第7条第2项规定，提名杨方宁为第5届监察委员，自请同意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是否有当，请公决案。第2案，劳动基准法修正案等案。第3案，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修正案。第4案，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案。第5案，所得税法修正案等案。第6案，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设置条例草案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讨论事项已经宣读完毕啊，现在请登记委员发言。那我们有3位登记发言，第1位请陈委员曼丽发言，时间2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好，我要提的案由是本院民进党团针对第九届第四会期第1次临时会第1次会议讨论事项，拟请仅列本院民进党团针对第九届第四会期第8次会议报告事项第2案及第3案，院会所作之决定，提出复议案1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好，谢谢。我们第2位请曾委员明忠发言。好，曾委员不发言，我们接下来请王委员玉敏发言。主席大家好，我想有关于这一次召开这个临时会啊，大家都知道说临时会就是要讨论重大优先急迫的案子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会期其实我们就是在审查整个行政院的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审查报告。那既然审查总预算是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审查总预算的案子不是排在第1案呢？我在这边要提出来，就是真的看不懂民进党立院党团的排案逻辑是什么。如果我们花这么多时间要召开临时会，临时会又排定这么多的议案，照道理来讲，整个审查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应该是重中之重，而且也应该是要优先来处理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下午要处理的议案，在民进党的版本当中竟然没有总预算案，
这样的排案方式，本席觉得非常的奇怪。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种切割式的，今天院会就到今天下午结束，然后下个礼拜一开始又是第二次的院会的开始，也导致今天的整个程序委员会今天中午开一次，然后议事处通知说待会院会开完又要再开第二次，然后两次的主席因为都在今天召开都是段昭伟。那我不晓得民进党这么精心设计的安排到底在整个议事工坊上它的用意何在哦？这个是完全让大家看了会觉得一切都是算计哦。在经过精心的设计当中，连郑明忠召委的这个担任召委的权利哦，都可以被架空。所以在这边呢，我先针对今天的下午的议案呢，我提出来是我们应该针对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审查总报告一案，今天下午就针对这一案优先来讨论，请大家支持，谢谢。谢谢。好，我们讨论事项已经发言完毕啊，我们先处理陈委员曼丽的提议。对于陈委员曼丽的提案，各位同仁有没有异议？好，那有意我们就来表决哈。我们请清点现场人数，几位？十四不连主席嘛哈？好，不含主席有14位。那赞成陈委员曼丽提案的，请举手。好，赞成的8位，反对的请举手。反对的5位，有好14位，那有一位没有投票嘛？哈，好，出席啊，好，出席14位，赞成8位，反对5位，弃权1位，这个赞成者多啊，是，哎，赞成的这个多数啊，那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做以下决定。一，陈委员曼丽提议修正通过。好，我们讨论事项修正通过之后呢，这个其他提案就不再处理哈。那么跟国务院委员说明，今天下午第一次院会结束后，随即在下午的院会结束后，随即于红楼201会议室召开第二次院会的程序委员会啊，请各位准时出席。那我跟委员会特别说明啊。这个林委员得福哈，这个上一届第八届啊，我们都在立法院。第八届第五会期在103年的6月13日，那个由吴委员玉生啊担任程序委员会的主席，也是中午开第一次程序委员会，然后下午3点开第二次程序委员会，也是开了2次，同样是因为要处理。同意权要开全院委员会，这在议事程序上面必须要这样做。那么劳烦各位不好意思，但是并不是民进党发明的，在程序上必须要这样做。好，谢谢，现在散会。